泉州十大特产，泉州有非常多的风景名胜，也有非常多的美食，它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好去处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泉州有哪些特产吧。一、安溪铁观音。安溪铁观音是泉州的特产之一，其树势不大，枝条披张，叶色深绿，叶质柔软肥厚，芽叶肥壮。二、永春老醋。永春老醋也是泉州的特产，其醋色棕黑，强酸不涩，酸而微甘，醇香爽口，回味生津，且久藏不腐。三、永春炉甘。永春炉甘是泉州名优特产，其果形硕大端正，色泽橙黄，果肉汁多，脆嫩香甜，风味独特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。四、安溪黄金桂。安溪黄金桂是泉州的名茶，其香气优雅鲜爽，略带桂花香味，素有一闻香气而知黄淡的著称。五、永春佛手茶。永春佛手茶也是泉州特有的茶品，其色泽碧绿，香气浓郁，滋味醇厚，汤色橙黄，具有独特果香。六、惠安石雕。泉州惠安石雕历史悠久，唐末时就出现了人物山水、花卉、禽兽等艺术石雕。七、德化瓷塑。德化瓷塑也是泉州特产，德化自然资源丰富，瓷土矿藏密布，质地纯良，为中国瓷器的著名产地。八、德化黑鸡。德化黑鸡是泉州珍稀品种鸡，其肉质细嫩，清香甘润，味道鲜美，素有滋补圣甲鱼、养伤赛白鸽、美容如珍珠之称。九、湖头米粉。湖头米粉是泉州最有名的小吃，其白如精冰，滑如青丝，韧如焦黄，粉如花絮，白煮不烂，深受大众喜爱。十、德化陶瓷。德化白瓷也是泉州特产，德化白瓷以乳白色为主，釉层余润，光色如玉，显示着冰清玉洁的特质，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魅力。